芳曾于金马奖上同时拿下最佳女主角以及女配角奖，金正的演技让大家都相当佩服。她曾就读国立艺专，也就是现在台艺大前身。27日，陈淑芳受邀回到母校出席毕业典礼，当天由校长亲自颁发荣誉教授聘书以及勋章，并提到陈淑芳学姐的演艺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与敬业的精神是大家的典范。借由荣誉教授的聘任，并借重学姐戏剧的专业，造福更多后辈学子的学习之路。当天，陈淑芳也以学姐的身份上台致辞，表示自己身为艺专影剧科第一届校友，当年虽然因家境因素而辍学，不过在学期间，许多师长的鼓励与栽培，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最后，也很感谢母校给自己这么大的荣誉。Bye.